这尊比人还要高的钢弹机器人模型，外形精致，坚硬的盔甲更是栩栩如生。你能想象它其实是透过纸打造出来的吗？台湾学问大这次要拜访一位无师自通钻研纸模型领域，从电子业走到设计总监的纸模型达人陈文泰。我那时候在大夜班上班，下班之后没有别的娱乐，那因为小时候喜欢做模型嘛，上网看一些资讯的时候发现这个纸模型是下载就可以制作，就开始萌出兴趣，必须从一张平面慢慢做成一个立体，一切的成就就在于耐心跟坚持啊。想将完成模型的成就上传网络与网友分享，却意外获得许多的注目，甚至有媒体找上门来专访。这个曝光机会让他有了商业合作的邀请，使得原来的下班娱乐取代了原有的工作，而成为新的正职。纸模型带来我生活上很大的改变。我在电子业上班是大夜班嘛，朋友他们是正常上班，想要找他们变成没有机会跟时间，跳出来做变成比较自由，人际关系开始拓展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展。专职之后很多定制品是必须要从无到有，中间比较困难就是我就要去学 3D Max 这种自建模啊，全部自学的困难点就是它的指令多啊，也是说英文一一去克服之后才有办法做到现在。第一个用纸模型赚到钱的其实是我有一整组的纸模型的枪支，他一开口就是说他要整组买下来要拿去烧给他大哥，他还说要补子弹啊，没补子弹他会请大哥来找我。他常常会为了一个作品，他想要跟上一个作品不一样，所以他常常会半夜的时候失眠，是因为他灵感突然来了，然后他就会开始打开电脑绘图，或者是在客厅的时候已经有半成品，他可能会去拿个梯子，然后去帮他接个电线，然后做一些小部分的修改，所以他牺牲他很多的休息、睡眠还有心力。在老婆眼中，文泰是一个为纸模型全心付出的男人，还曾经为他制作了鹿头造型装饰品，当作乔迁贺礼送给好朋友。不过在结婚之前，爸妈其实并不看好两人的交往，因为他是我第一个交往对象，所以他们觉得认识就好。当父母的人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做模型然后又是糊纸的人，没有什么收入，然后我们结婚之后应该会很惨。他们担心归担心啊，也有看到他很大的努力跟创新，采访渐渐越来越多，加上他的作品一次比一次更突破，长辈就会觉得很骄傲，这是我的女婿。做纸模型的好手艺让他逐渐获得岳父岳母的肯定，作品更是常被模型玩家以高价收藏。在这个别馆里面，我们的馆长 Frank 他就觉得哇，这个钢弹怎么可以用纸做出来这么精美的东西，包含它的光泽也好，它的细部也好，它其实呈现上都很不错。这只是我第一只大型的钢弹，它的做法很特别，就是因为它是用家用 S 印表机，用喷墨的一张一张印出来，再把它拼成像拼图的方法，把它剪在厚纸卡上面。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防潮，它的做法已经要用到汽车精油，所以它表面会那种硬化的亮光，光泽会比较好，所以你放再久，在家里放再久，它还是长这样子。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，细节就是后面慢慢加上去的，一般民众可能印出来就做，但是他不会想到说其实增加这些细节会让它变得更精致。在纸模型的世界里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，也让他获得了数位公司老板的青睐，聘请他加入团队担任创意总监一职。一直对他的工作他的作品还蛮感兴趣的，因为好像全台湾只有他一个人做这个所谓的大型纸模型。真的随便问我们年轻的那些小朋友说，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朋友会做这个纸模型，你看那个大型钢弹，你知道说哦，知道纸哥啊，纸哥啊，所以就很直接的，我觉得就希望他能够进来跟我们做一起合作，然后创出一些新的一些火花这样子。从电子业走向纸模型达人，再到设计领域，对于自己这几年在不同跑道上的转换，有什么样的心得呢？想要转换跑道，必须要花很多精力去
做功课，你必须要确立在这个市场上有你的独特性，不然你转的跑道可能会跟人家打在一起，很容易就失败。教学开始最希望把植模型带给大家认识，在台湾这个市场，植模型是一个非常小众的。在传统，大家会以为纸做的东西可能就是要拿来烧，我希望颠覆一般民众对植模型的概念。无需羡慕别人无师自通，只要肯坚持信念，努力不懈，你我都能为自己的人生写下辉煌的一页。